我们有请下一站是我首席孵化官胡一天。大家好，我是首席孵化官胡一天，在我身边的是芒果新人，初次见面请多关照。下一站是我。快乐大本营，下一站是我。现在全新起航，准备好面对这一切了吗？年轻，无所畏惧，拿出你全部的综艺精神，迎战吧！